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话语、恩典和大能里面，特别是神的爱。求主施恩帮助我们，这一整天，你和我，我们都一样，我们需要活在主的爱里面，在神的爱中，你享受更大的恩典。谢谢主。这段时间我们分享到说，从马可福音，圣经里面的马可福音来认识耶稣是谁，我觉得好有意思哦。看到昨天我们分享到说，耶稣讲道跟别人不一样，不一样在哪里？讲道法特别棒，他的那个讲说话技巧，他很会讲笑话，还是他的故事讲得很精彩，都不是哎。关键在别人觉得说，我听这个人讲，跟那些文士就是当时的那些，他们非常会讲解，他们很熟悉圣经，也会讲解圣经。我们常常听他们讲，也觉得他讲得很好，可是为什么耶稣一讲就觉得不一样？不一样在哪里？带着权柄，权柄是会带出行动来的，不是讲得蛮好的，我回家还是一样。而今天讲圣洁很好，我回去还是继续不圣洁。今天讲顺服，我讲得很好，可是回去我还是不顺服。讲信心，信心讲得很精彩，回去我还是没有信心，那不是耶稣的讲。耶稣的讲论是讲信心，会眺望你说，我要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，我要过一个顺服的生活，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会带出行动来。耶稣在地上三年，最后这三年半的时间，他最重要做的几件事情，一个讲到宣讲天国的福音，第二个呢，医治各样的病症，医病赶鬼。耶稣赶鬼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我读给你听。当耶稣在地上赶鬼的时候，众人都非常的惊讶，惊讶到一个地步，他们彼此对说，说这怎么回事啊，这怎么一回事啊，这是一个新的道理哦，我们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。什么样的事情呢？他用权柄吩咐乌鬼，连乌鬼也听从了他。你知道那个权柄不但带出行动，那个权柄是带着能力的。耶稣吩咐乌鬼，乌鬼就得出去，他是带着能力的，因为他有属灵的权柄。你知道吗？当耶稣升天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最后讲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赏赐给耶稣了，然后他呼召我们照着他的吩咐继续去完成大使命，去使人做主的门徒，然后他就常与我们同在。那个常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就是他把尚方宝剑给我们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尚方宝剑是什么？尚方宝剑一出来就好像皇帝来了一样，然后呢，他就带着权柄。你们看过我们华人以前看那个古装的戏里面，那个御史他是微服出巡，但是关键时刻尚方宝剑一出来就带着权柄，带着能力。你我有什么权柄和能力啊？但是主说，当我们照着他的吩咐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个权柄和能力就与我们同在了，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身上，而他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主。耶稣的侍奉是带着能力的，你知道吗？当你一顺服，好像昨天所说的，主的话一出来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。你一顺服，你就会经验，是的，我有很多这样的经验，说很多人跟我讲说，哎呀，你去试试看这样，你去试试看那样。我以前气喘，很多人知道我气喘，就给我各种各式各样气喘的药。然后呢，这几年心脏不好，很多人就给我一堆心脏病的药，各式各样的药。但是你知道吗？那些药方再多摆在那里，你不用也是没有用的。但是当你去试了，如果那真的是有用的，你去试了，你就会发现真的不一样。不去试，所有的药方都一样，一试你就知道这个有用，那个没有用。神的话，你去试试看，你就会发现他真的有权柄。就好像那些人说，他讲的跟文士不一样，他吩咐乌鬼出去，连鬼他都能够赶出去。你的问题不会比乌鬼负责更难，在耶稣没有难成的事。试试看，你跨出这一步，你试试看，顺服他给你的感动，顺服他给你的带领，把你的问题交给他，奉主的名祝福你，你会经验出于主的话，每一句都带着能力进到你的生命当中。
之中寻求你，我将全然交托给你，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交给你。唯有耶稣明了我身心感受，因你曾为我经历苦难。唯有耶稣能缝合一切伤痛，因你手边上我的医治，医治出处担当我的软弱，带我走出黑暗，脱离捆绑，医治救主赐下安慰力量，释放我全人的自由。亲爱耶稣，我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之中寻求